儿的礼物，对，这一胎的，嗯，婆婆很高兴。每一件拢有够水耶！它这是什么饰品？它这是也别针吗？翡翠是坠子。哦，这是一个坠子，都是坠子，链子穿过去就这样戴。好漂亮啊！所以它好这个绿色，然后带紫色，这紫色还带冰种的紫色。这很少见的，很紫绿，很绿。对，哦，那因为通常冰的话要很紫是不容易的，一般豆种才会很紫。不过这个已经够水准了，哦，就够水准。漂亮。然后你要这个绿，哦，它是洋绿色的，哦，真美。这个叫金丝种绿，它再深一点点就是标准的这所谓的帝王绿了。哦，那这是这种颜色，任何人看起来都很讨喜的。而且。连钻石都很亮，对呀，而且它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是年轻人戴也很好看，对对对，不会老气，对，哇，很厉害，啊，所以婆婆深谙婆媳相处之道啊，我婆婆真的很爱我，要怎么样婆媳关系会好呢？啊，那就对了啦，这个很美，比拿台币还好。真的比包红包感觉好，因为包红包的出去说一百万，开了开不啊，六十万没有什么感觉，对不对啊？我这个带出去真的是哈，我婆婆送的，对，你显国威，你显国威啊，扬名立万真的，而且出去跟朋友说婆婆送朋友，我很羡慕，对，说哇，军容壮盛这么好啊，哦，真的是厉害。但是不然都是婆媳过招三百回，对吧？但是老人都不是，老人都是一个一个。因为婆婆爱她一个一个生，然后婆婆一个一个礼物买，最后总统府给你功在党国，哇，这个生的真多，好开心啊！我现在漂亮，奖状给我，是啊是啊是啊，真的。它这上面是什么宝石啊？除了钻石之外，黄色的是它一个很明显的，就是金黄色的彩色钻石啊，彩钻啊，对，哇，漂亮的，我都不知道。碎碎碎，来，我们来见价，请见价，65万元。真的，讲一下这个物件。这个物件哈，像这样的一个蛋面，一个现在行情大约差不多在10万人民币，差不多是40万台币。就光这个蛋面在45万。然后这个差不多是10万台币。啊，那这些台，对这些台，它做的很精致，钻石每一颗都很漂亮，大约10万元。所以加起来45万、10万、10万是65万是这么来的。那彩钻也算了吗？哎，算在里面的。对，彩钻是小小的，但很显眼。哎，它很厉害，它做的那种对比，而且这种彩钻哈，虽然小。但它那个颜色因为很鲜艳，就很鲜艳嘛，浓郁啊，对，很浓郁。像这样彩钻这种品质是一克拉的话，它的行情大约在差不多50到55万。真的，就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彩钻，品质虽然小，虽然很小，但是你看它这个黄画龙点睛。我不晓得那个，它只有一点黄，但是那个黄很明显。对对对对对，很漂亮，很浓郁。对，那我们刚才讲到所谓的叫做帝王绿，这个颜色是所谓金丝种的绿，就是还差一点点，但是也是非常非常好，很显眼。我们让各位看一下什么叫做帝王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帝王绿。这样子就叫帝王绿。而且这个很大，大有多大你知道吗？戴在女生的手上，您看看哈，这个有多大？你看，哦，这整只手都不见了。这一节都不见得，它有好大好大，真美哈！它有25个米米，很大一颗。波音哈，对，刚刚这是30几万，这是60几万。哇，婆婆很明显就是重女轻男，真的。对，这个我一开始就知道。好。